Many showbiz experts will tell you that it's not easy working with children, but Taiwanese stars Mike He and Janine Chang, who play dad and mom to an 8-year-old son in their latest drama, Sunny Happiness, say it was a delight working with child actor Kevin Cheng.这个小孩子他很聪明，而且他很早熟，他也很懂得怎么拍戏。对，他拍的戏应该比我们都多，比我们两个加起来都多。是啊，对，所以其实拍的时候还蛮OK的。他拍戏蛮快的，因为他每次拍哭戏，然后他只要他都跟导演说，就等一下，然后他就这样子，好了，然后就开始可以哭了。对，他速度很快。超快。你们跟他一起演戏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吗？我觉得看他跟他妈妈的互动还蛮好玩的。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一个单亲家庭，然后他从小就是做这个工作长大的，所以不管到哪里，因为他是个小孩子嘛，他也是有脾气跟情绪。那有时候他累的时候，他就是表现不好的时候，然后他妈妈就会在旁边督促他，对，或者是施加压力。对，然后有时候哭戏哭不出来的时候，他妈妈就会一直在那个就是监视器后面一直看一直看，然后他压力就会很大。对。然后他就说：“妈，你不要看，你走开。”就是蛮多，我让他跟他妈妈的那个母子的互动很好玩。Happy families aside, Mike and Janine tell us what makes them happy in real life. 我觉得幸福就是不管是开心的事、伤心的事，都有人可以在旁边跟你分享。别人会想到你，然后你也会想到对方。我觉得那就很幸福，对，并没有一定要做什么事。可是想到你不知道他在想着你啊。没有啊，比方说他买一个东西的时候，他就想到我，然后帮我买了一份，然后可能我碰面的时候拿送了给我。我觉得这就是互相想到对方的一种感觉，对，一种时刻。就我自己很喜欢吃东西，所以我会觉得吃东西的时刻很幸福。有没有为男生煮过什么，还是男生为你煮过什么？我觉得可以一起下厨煮东西是很甜蜜的事情。有啊，他有为男生织过围巾。只是围巾到最后变得好长一条，就是越来越长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就它本来是一条宽的围巾，后来就变得很长。就是像变成橡皮筋，所以是当时的男朋友吗？就是那个一见钟情啊。OK， 难怪后来分手。有一起下厨过吗？跟他有没有啊？有点久，好像没有哎，好像最拿手的菜是什么？我喜欢煮意大利面啊。OK， 所以是西餐这样。你会煮饭吗？我会。最拿手的菜，我会吃妈妈煮的饭。我其实还好，我不太会下厨。但我自己平常如果饿的话，我会煎个蛋啊，然后弄个番茄炒蛋，我就会。对。有没有为女生煮过饭？没有。没有。女生为你煮呢？我妈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《幸福最晴天》里的向允杰。我是《幸福最晴天》里面的方永永。幸福最晴天，一定要收看哦。